稍微休息一下呗，各位，三二一。Baby, tell me that there's something to say. Cause I've been around like looking like one, two, three. Give one final warning, yeah. They're calling for the shit. I believe I can fly. I believe I can touch the sky. I think about it every night and day. Spread my wings and fly away.那现在我的专辑怎么样了？哇，48万张了，这还没开始出来，哥，天哪！给大家放一首《梦不落雨林》好不好？嗨，不可能的，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他们要化妆吗？他们，那让他们去化吧。好。因为那个10月19号要发专辑了嘛，所以就压力比较大，然后睡不着觉，好像没怎么睡。给我张纸好吗？谢谢。你们喜欢这首歌吗？你们喜欢这首歌吗？听过吗？没有听过，第一次听。我们的真人秀的工作人员们一直拿着个相机，就没休息过。我多想跟你们说，我真的没什么话说，你们不用老拍。真的，我就除了练习以外，真的没什么话说。你们辛苦了，谢谢。希望这个舞台呈现出来，会让大家觉得，眼前一亮吧。